鱼香肉丝，经典的川菜，开胃提神，夏天也不怕没胃口。猪肉洗净，切丝。将泡发好的木耳切丝，胡萝卜去皮刨丝，辣椒切粒，姜切末，蒜头剁成蒜蓉。猪肉丝上加淀粉和盐，加入清油，用手混合均匀。酱汁用白糖、香醋、老抽、生抽、盐、淀粉、水调匀，热锅加入凉油，放入肉丝，肉变色后放入料酒，肉拨到边上，放入姜、蒜和辣椒，爆香后放入胡萝卜丝和木耳丝，炒熟，放少许盐，加入准备好的酱汁，翻炒均匀，放入葱花，就完成了。微辣酸甜的鱼香肉丝，令人食欲大振，下饭三碗不能停。